穷婆做捏捏 VS 富婆做捏捏，穷婆傻眼了，怎么连模具都没有？那就垃圾桶捡能用的吧。What？ 穷婆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先给捏捏随便调个色，倒入果冻模具中，完成了，手感真的好棒啊！富七七，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穷婆也太会变废为宝了。看到富婆的材料，穷婆直接惊呆了。富婆多到都不知道选哪一行了。选我！别急，我会通通做光的。鸽子上还有做法说明，太贴心了吧！每盒里面都配套齐全，全部摆出来也太震撼了。抛送的线条了五倍镜，材质安全无异味，放心玩。搅拌一分钟，模具上看到是头大象。先做个五种混色炫彩捏捏，不要走开，狠狠期待最后做成什么样子吧。再调个三色的，直接大批量生产。凝固了，来开盲盒吧。是一头蓝色小象，脱模的过程真的好解压，谁懂？小心翼翼把溢出来的胶撕掉。继续拆拆拆，真的好喜欢这种随机的预感，不愧是富婆的捏捏，怎么会每一个都这么好看啊？又又弹弹的感觉，手感也特别好。保留底座溢出的胶，这样就起到吸盘的作用，怎么弹都不会倒了。富婆一口气做这么多捏捏，这满屏的快乐谁懂？今日份穷婆富婆，你最喜欢谁呢？